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吃的是这个虾仁米粉，那个大虾仁。这炒的好香啊。香辣脆。这个鸡叫的有气无力的，你给他点吃的呀。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吃的是这个牛杂米粉，牛肚，还有我们的香辣脆，直接吃脆。
太香了。酸辣粉一箱一桶啊，它一桶是180克的大分量啊。咱这个酸辣粉也是红薯淀粉加水做的啊，没有其他的。对，纯红薯粉。酸辣粉的话都是酸酸辣辣，特别开胃的。今天也没有搭配配菜啊，就是它原汁原味的效果，对吧？看，这吃酸辣粉好解馋啊！对，特别是晚上饿的时候，要吃一口这个真的是。就是这种速食的东西嘛，家里面还是得备着有，对吧？晚上饿了泡一个，很方便啊。它分量很足啊，180克。少了点东西。花生包忘记放了。对。那花生包都忘记放进来了啊。因为花生包老是要后放，我老是忘记。好吃啊。还可以啊，正宗啊。好吃，对，豆皮也不会啊，这里面豆皮啊。跟我尝。有点烫手。好好吃啊。这个烧麦配料表非常干净啊，对，上锅蒸10来分钟，12分钟就差不多了，可以吃了，做早餐特别方便。有芝士的、蛋黄的、鲜肉的，还有肉松的啊。对，这是肉松的，我看到了。纸皮烧麦啊，皮特别薄，真的好吃。看你们肉松。我觉得肉松的好吃。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吃的是这个纯熟的脆芽酸辣粉，就是里面有这个豆芽的，对吧？脆豆芽。这个豌豆。这红薯粉劲道啊。对。所以我们这个纯熟的酸辣粉的话，它就是纯红薯粉丝的。这豆芽还挺脆的。它是用纯红薯淀粉做的，对，没有加其他的啊。所以它很劲道，很好吃，口感很好。我感觉就是成熟的这种粉丝的话，会比一般的酸辣粉要好吃一点啊。对，它这个的话分量也是比较足的，151克，151克啊。有需要去拍，后面砍木头了啊。那是沙软油油的，它是出蜜，对，出蜜的，烤出蜜，蒸着吃、烤着吃都可以啊，生吃都可以的。对。这种蜜薯吃起来不噎嘴啊，它不是那种特别干的，对吧？带水分，很甜，好像就是说的那种水果红薯是吧？不，好甜好甜的。这种红薯健康啊，它是不打农药的。品质特别好啊。还有吗？我还有啊。都这样子。